如何在狭小的下沉庭院营造出高级的品质感，我们更多的去考虑立面的变化性，以及创造出精致立面以弱化下沉庭院的压迫感。光亮的材料以及玻璃可以产生很好的折射效果，让下沉庭院增加了光影。在有效灯光设计的配合之下，让整个庭院在24个小时内都能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。通过创建生态立墙，压抑的墙壁可以转化为茂密的森林般的氛围，让新鲜的空气可以沿立面流动至下层，让整个庭院充满了生机感。精致的艺术花玻、水景、雕塑配合照明系统的设计，让整个空间充满了高级感和品质感。园小家，您身边的造园专家。